上面啊，尽论多方面的告诉我们的道理啊，我们也多方面的每一个地方去听闻思维。你如果能够抓到一个跟你相应的，马上从这个地方深入，把它坚固起来，然后呢，其他的地方也从多门的以这个已经产生坚固形象的或者升起形象的为主，其他的一页紧跟着来思维观察，产生了这个有力的如力的不死之心啊。所以他前面用这么多经论来说，下面有应这个啊论上面说我们眼前那些这个很多东西啊，这是无常的，难苦保任的，不要讲道理，很明白很清楚就摆在这个地方，太清楚太明白了啊！你谁晓得有什么变化啊？不要说三年五年以后不知道，今天突然之间一个小小的风暴，一下股票涨跌啊！昨天这个百万富豪，明天呢圣物列罪之地欠了一屁股债，反过来也是如此，天下有的是这种情形了。眼前很明白可以啊，所以啊你了解了这个啊，那绝对不会自己呀去设持啊，那怎么办呢？照着如理的正法呀，趁得到这个下满人生的时候，好好的努力啊，由于前面这个次第啊，然后呢升起这个大菩提心，那个时候啊，大悲帮助别人啊，是任运就是自然而然起心动念，要么不起，起来就是帮助别人。这个时候啊，晓得哎，这个布施啊，太正确了，太对了啊！你不布施，忙了半天，结果两脚一伸，身体不是你的，却造了业，这个业就送你下地狱去。哎，现在呢，你努力帮助别人呐、啊，最后啊，这个身本来要舍的，他还是舍，你却圆满无上菩提，所以这个太正确了。所以我们记得前面那个思维，一个是恶鬼鞭尸计，还有一个天人理尸计啊，恶鬼啊来打那个尸体，大家还记得不？旁人说他已经死了，这个很臭很烂的死尸，你还打他干什么？哼，这就是我的前身，我一天到晚为他忙了半天呐、啊，把他养得胖胖好好肥肥的，却他现在把我送到地狱里，我是想到他呀切齿咬牙，今天又有空还不要休息要来打他，就这个样子。哎，这个天人呢、啊、一个生到天人一个美妙不得了的、哦、跑着去看见扰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一个骷髅啊在礼敬他，人家说哎，这个骨瘦如柴的骷髅你理他干什么？哎，正因为他骨瘦如柴啊，他在生前的时候一天到晚忙别人啊，所以弄得骨瘦如柴，结果啊我确实靠了他呀，他就是我的前身，我升天。前天我们讲我们本是释迦世尊的舍身果实，记得吗？所以我们都读经典就有这个好处啊。但是我们想哎呦，这个事情很难做吧，不要怕，记得不？不要说修大乘行者，乃至于不要说修小乘行者，像于建义工，他是一个世间的凡夫，他刚开始的做的时候啊，怎么也做不到，而且一恶习前面从十几岁开始到四十几岁养成功这么严重的恶习，经过了这一番检测以后啊，行至三年，他下面怎么说啊？尽在一念不起，动则万善相随，记得吗？心定下来，一念不起，他能够啊不胡思乱想，只要一动念，随便一动，万善相随，心里面任运都是起的善。这说明什么？我们呢不修啊，所以前面呢自他换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啊，这困难不应退啊，皆以修历成了，不要说困难，没有一个事情例外了。都是你修行了以后啊才能够成功的。现在我们呢修么不修，哎呦觉得难得不得了啊，这个真正的毛病就在这里。
所以还没有修，心理上那个障碍现在这里，哎呀我不行啊，还没做，打了退堂鼓了，你能做什么？所以这个地方啊，我处处地方用前面的这种概念来提醒我们啊，我或者是无上的出世大法，乃至于世间的没有一个例外。那个时候啊，你不是什么又如他我即自舍，若是有此啊，无恐怖。至于自家身不为无作，供他很虚无。若是无此诸故舍，又是能生他死乐？不是现法也生苦，人间诸财是流心，定物不舍诸财物，妙极乐。这布施这个东西啊，就像什么，本来就是别人的嘛，这个就是啊，他寄在我这里啊，他要来拿，拿嘛，正好嘛，送给你嘛。啊，为什么就是本来是别人寄在我那里？请问这个东西是我的吗？本来不是我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这是业啊。啊，这个是身体本身是什么？自己的业加上父母的遗体，本来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我们不了解，哎，然后忙了半天是别人的，啊，现在我了解了，它本来就是别人的嘛，就这样，它寄在我家里，好，那么你拿去，本来我还带你保管了，现在啊，你拿去了，我就好了嘛，所以有事啊，若是有此无恐怖，哎，不要。平常我们世间人的忙守护、忙争取，现在这个都不要了。啊，你摆在自己家里边呐，生种种的恐怖。第一个无作，这个贪这种永远不得满足。还有呢，是五家所供，我们的财物是五家所供的，水、火、子孙、兵难等等，对不对？啊，你尽管有保险柜摆在这里，一把火来了以后，保险柜没有用。等一下你保险箱拿开来看看了、啊、也是灰，水来了也没有用，强盗、盗贼、子孙都能够把你摆得干干净净，所以啊，供他呀，还要摆在这里，一天到晚就忙就守护呀，哎呀，种种孤患，你送出去了，哎，好了，这种问题都没有了，而且送出去的结果呢，嘿，眼前送一点小小的，踏实得到大果报。现在我们眼前也想赚一点点呢，我有花了一个十万八万，赚他个三千五千，觉得很高兴。你那个布施的话，不是一点点的，是赚回来是不晓得多多少少呀。不要说啊，他是眼前布施啊，也生苦啊，这很明白啊。你要去守护他，就是你守护的好好的，还是把握不住啊。这个人间的财像流星啊。啊，无定的快速的不得了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啊，绝对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保得稳啊，能够不舍弃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诸为是财无常，你又是犯嗔有财哭，扰业有情数会失，诸财无见也有舍。这个你没有送给人家，对不起，无常很迅速，或者这个东西坏掉了，或者啊，东西虽然不坏啊，你死掉了，对不起，不舍也要舍。反过来呢，你布施了以后啊，反正有财库，都变成过你的苦肠，肠子里真坚固，是吧？所以啊，你真正的能够懂得这个道理，为了利益有情而布施众生的话，那个时候啊，这个不坚实的财物啊，倒真正变成过坚实了，这个是我们呢、啊、要了解的。若能会是自责赞，此诸于夫若皆财，是此众物不离散呢、啊，又是很感足甚是。你真的不是啊，那个自责称赞，实际上呢，真正有智慧啊，才能够不是。同时呢，自责也称赞。换句话说，凡是有智慧的人都这样做的，而只有欲富哎。愚痴的人呐、啊，就乐皆财物。为什么呀？那你不管你怎么，最后一定是离散。所以你忙了半天还是离散，你忙他干什么呢？这是愚痴到极点了、啊。你布施了以后啊，嘿，妙嘞，种种的好事由此而来。有舍不弃染污者，见非圣道生烦恼。若是
即是道中正，圣和于这为恶道。那么进一步啊，这个说你由于布施的关系，心里面呢不会染污，不会执着，而不布施什么呢？见贪了，这个不是圣者应走的正道，是升起的烦恼。而这个实际上见者贪着无非是烦恼，如果能够布施的话，那个是修行这条路上中最殊胜的、最珍贵的。这个执着、这个烦恼是圣者属合，其他人呢，对不起，你因为这样的关系啊，走恶道当中轮转。但是想看下面这样的详细的一再说明啊，这个啊，这词的孤患，布施的殊胜的利益，所以随修大小一切善根，自心回向承办有情，眼前究竟光他利落二心布施，这有益于一一有情得而续佛，说得圆满，佛的资粮。不但是前面的所谓外面的外财，里边的身财，外财是资财啦什么等等啊，那就是身体一切东西啊，布施，布施了以后啊，所有的善根，这个善根啊也啊毁一相，说我这个布施的这个善根也毁性毁相个友情，为了利益别人，这样那么你能够这样的眼前究竟广大利落，不管是眼前的是究竟的，能够这样的利落一切有情而行那个布施啊，这样的做法，因为你布施的时候一定先发菩提心，由于菩提心以后，然后呢到那个时候了解布施的特征，然后呢修这个布施的方便，然后呢那个时候去布施，你布施的对象是什么？法界一切有情，所以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很快的把你自己的福德资粮养满了，很快的把我们的福德资粮养满了。前面呢在这地方我们不妨再停一下，困难不应退，皆由修力生，你就要去修啊，一点都不困难。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以前一再说的吃辣椒的公案，哎呦，第一次尝到又辣得不得了，吐啊吐了个半天啊，哭啊闹啊弄了水啊，啊到后来啊非辣不可，哎呀没辣今天就没味道了，事情就这么就这么啊。所以现在我们呢往往觉得哎呀这个难啊，你不要想到难，要从另外一个方向去看，是你难如果退，结果是什么？如果你这样一想的话，什么事情也难不到你了。所以你为了一点小难退的结果啊，是大难无穷的大苦等在后面。反过来你向前的话呢，克服了以后啊，哎，虽然眼前一点小难小苦啊，无边的大利也等在那地方，这个是的非常殊胜的善巧。所以宝满论云，如述说福德，假虽有色相，尽可加杀数世间难容纳。此时世尊说正因已现成，有情界无量利，约利已复然。那么这个把论上面告诉我们，说前面所说的这布施的福德了，假定有形象可以看得见，可以衡量的话，好，尽恒乎杀数的世界，我们前面是皈依什么三千大千世界，现在尽恒乎杀数的这个世界都永不下呀，不得了，那是无法想象的大呀，你看看有这么大的殊胜的利益 啊这个是世尊亲口说的啊，亲口说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啊成就利乐一切自利利他的真因啊，这个是正因，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啊，不但是自利利他，无不在这个上头。
无不在这个上头。又能长爱舍性增长，增长健谈，能令舍性未性不生，一生退色，所有眷属借助之财，现已有者不应舍持，如他是也不应受。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以外，这个是从正面来说。另外呢，还有一方面，防止万一我们现在要修的是舍性啊，万一有一些事情啊能够障碍你这个舍性的话，好，这种障碍能够使你的舍性啊褪色，而能够增长你健贪，这种情况如果说有的话，你要怎么办呢？啊，不要接受它。所以说障碍舍性增长的，而反过来增长你健贪的，能够你的使你的舍性呢没有生不起来，一生就褪色的，所有的这些啊事情，比如你眼前呐、放不下的，哎呀这些啊这些啊那个东西啊，赶快把它送掉，摆在这地方的话，增长你的孤犯啊，你已经有的啊都不可以。如果说别人来送你的，更不应受。这个一方面这个理论了解，一方面事实上面也在处理我们处处理方啊，我们先把那个布施的心把它策发起来。我地到此地广论265页啊，那么关于怎么样启发那个啊布施，这个布施的方法啊，你要说我们一步一步已经正式进道，开始学习六度。那么在正式行持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了解所谓的六度当中这个布施度的特征是什么。这个布施度跟我们平常的布施有巨大的差别。同样的布施，你同样的把你的东西送给别人，形象上是一样的，但是现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布施，不但使我们能够度脱生死轮回的苦海，而且可以帮助别人，凡是受灾都得到这个好处，辗转的影响，功德是无量无边。如果这一点没有不认识的话，那么你虽然布施啊钱财乃至于身体送给别人，为别人而忙，那结果呢，他得到的是什么？三十愿，这个第一个我们必定要认得很清楚的。这里边的差别就是认识正知见。你想，你同样的花了好大努力送了别人的东西，就得到这个果报，那根本完全不能比呀、我们现在时间常常说那个比喻，那个是无法比喻的，是吧？一个人呢、做了半天呢、赚一点，好像赚一点呢、小赚大亏；一个人呢、赚那个百千万，这个是总归可以比的。实际上呢，现在这个地方根本不能比，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说你啊这个小赚大亏，就是赚到了不亏都无法比啊，何况是你还要亏。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布施度这个字字的特征啊，波罗蜜多的这个特点，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啊。然后呢，晓得这个好处，怎么样策发我们布施的这个啊内心动力？这个第二，现在我们正讲这一部分第二行，这一页的第二行，我们继续下去。
舍波罗蜜多论云，由何增长坚领故，或能不令舍心增，虚狂摄持为障碍，菩萨应当尽断除。说现在既然你要布施，而布施的障碍啊，它根本障碍是自己的坚领，有的东西舍不得啊，这个是第一个。样样东西啊，不但呢自己啊没有一点的舍不得，还要自信的舍给别人。所以凡是任何一样东西是能够增长你那个坚定性的，这个东西啊要破除它。因为这个东西啊把我们的舍心啊会损害的，消极的是损害我的舍心，积极的是不能增长我的舍，舍就是布施。这种东西由于我们不了解它的真相，为无明所缚，是明明是虚假的来欺狂我们。由于这种虚狂的这个概念，换叫做无明呢、啊、有这个的关系啊，我们牢牢的不舍把它摄持住，这种障碍，这种障碍啊，我们修学菩萨的人一定要彻底的断除，彻底的断除。在这个地方啊、对我们来说，我们平常啊有太多的机会随时随地可以体验这个东西，我好欢喜的东西把它藏起来，人家来要的啊，就觉得心里面啊，真是你立刻就感受到你的心里的形象，就是这个啊，这个一种财。然后呢更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内身，这种是更难舍。其实这个里边最重要的见，我们的见解，当我们跟人家谈论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根据我们的知见啊作为出发衡量的标准。外面的财果然是难舍，这个无量无边以来无量劫来的习气，无始以来的习气，而这个根本还在什么见上面啊？你如果这个正知见从根拔除的，下面就可以做得到，这圣明一体。那么像这种事情啊，我们呢修学菩萨的人要破除，怎么破除？第一个重要的要认得，要认得，必定要把以前遮盖我们的这个错误的无明呢要拿掉，拿掉了以后你才晓得这个是虚假的，这是欺诳的。若诸能障慧思心皆障正正菩提道，如是才为财宝就王位，皆非菩萨所应起。任何一样东西啊，能够障碍我们这个布施心的，这个东西啊，一定就是障碍我们真正的菩提道。凡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财宝、地位、名誉等等啊，都不是修学菩萨的人所应该的。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啊，我们要修学菩萨一定要增上身，要增上身啊，这些东西都要的。前面讲要圆满的圣德，这东西啊不但是自己要有种种的暇满的人生，跟他相应的财位眷属等等，没有一样东西少得了。但是要那些东西的目的干什么？目的是求无上菩提。现在你以这个东西障碍你的菩提，对不对？错了。所以在这地方，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必定要把握住一个原则目的，这个就是正知见。
你有了这个政治见，那就对。反过来，我们往往啊，在这个地方又产生种种争论。有人说啊，这个都不要的，啊，不要对不对？不可以，修学小乘，这求解脱的好，赶快解决问题是不要，大乘行者需要，少了还不行。啊，但是要了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正式的彻底的了解我这个东西啊，什么我们无始以来第一生死大冤家，就这个，对，绝对不是为了我，这个对他有一个彻底的了解认识，这个叫觉。现在这个觉不仅仅是觉，现在的小范围之内大觉，自觉觉他，决心圆满，要求这样的一个果位，所以在因地当中要行这样的布施。所以假定你要这样去做的话，一定要有这些圆满财宝王位，所以这个辨别的很清楚。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东西目的干什么，是为了要成就这个果，所以要布施。结果你得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啊，要障碍你的布施性啊，那万万不可以啊！这个就是菩萨戒的根本所在，所以小乘戒是绝对不可以碰的。那么在这个大乘戒当中说得很清楚，你要受，可是要受的时候注意要这个菩萨戒的真正难吃的地方。形象骗人家骗自己都容易，但是业这个一点都不能错，一点都不能错，接受下去。如是行事，若有见心探作之具，因念能认识一切有而证菩提，我也誓愿随佛学习。啊，当我们布施的时候，照前面这样去做的时候，如果说升起这个悭贪之心，对自己的哎呀心里舍不得，好的也放不下啊，然后呢，对于种种的这种啊自身自具呀，如果心里面升起这样的障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随时应该努力提起正念，说我们佛陀他怎么做的？他舍一切，外舍财，内舍心，然后呢，把舍的果也一切舍掉，舍的恩师一点都不剩，一点都不剩，这个才是圆满的果位。那么现在我既然了解了，发愿，而且立誓守这个菩萨戒，学这个菩萨行，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啊，我现在怎么样呢？我将身材一切善根与有情数先以会施，若我今则任贪之财而受用者，如同诸相为日所变。若随洗墨之干暗矣，与地滚倒，见土战胜，任下随喜呀，赐福如前，如是是以当修无贪。